图鉴头盔僵尸，一个非常奇特的僵尸，不仅免疫一次性植物的伤害，而且还会把植物压扁，并且当他遇到辣椒海豚后，还会跑到你家避难。那如果他获得800000血量，哪些组合能打败他呢？组合一，80个青金石头手；组合二，30个僵王货车；组合三，24个大嘴橄榄；组合四，一个甘草快火炬；组合一。No! 2,000 years later. 组合二。K.O.组合三。组合四。